上个礼拜的作业哦，基本上就两个，一个就是啊，直接这个产生之后哦，然后画出这边的图，哎，然后有删掉啊，画图，OK 哈、哦，那删图，啊，这两段哈、哦，这个是上个礼拜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就是地震，哎，因为我也是关心说，前一阵子那个花莲地震实在太频繁了，那如果我想知道就是说到底。这个地震有多频繁？那因为呢，在交通部，我不知道地震为什么交通部管的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环保署之类，就没想到，哎，交通部的它的网站上其实这边也有，有没有？这边也有一个什么气象啊，这边有什么地震数量啊？那我就拿这个地震的来统计，那道理一样嘛，就是第一个年的部分，我们不要最，我们不要它最。